宋氏的技术中，北宋靖康元年的冬天，大雪一场接着一场，而南下的金国军团比大雪来得更加猛烈和突然。公元1216年，金兵攻入汴京内城，他们洗劫了皇宫帝国一个半世纪的府库蓄积，为之。 跃走的奇珍异宝，一幅名为《清明上河图》的长卷也被潦草地捆扎着，开始了颠沛流离的路。那是一幅伟大的作品，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时代大片，在长528公分、高24.8公分的空间内。 登场人物超过500家，60头家畜，100栋以上的房屋楼宇，20多艘大大小小的船只。在画卷的中心段，可以看到汴河上一次惊心动魄的交通事故。船夫、乘客、路人都在竭尽全力，想让这艘船顺利渡过虹桥。 而就在桥上，还有另一场闹剧。坐轿的文官与骑马的武官互不相让，轿夫和马便争吵不休。更有后世学者认为，在画中，城门无人把守，整个汴京就是一个不设防的国都。像《清明上河图》，过去呢。 一直都认为啊，它是表现的啊北宋宣和年间的盛世景况。哎，表面上看是这样，但从更深层去理解这个画，从它一开始，画家不断的把当时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种种的弊病，一一的罗列出来。汴河里停了很多的船，这些船运的粮食不是公粮。 而是四两，准备囤积。到一定时候呢，高价售出。也就在这个画完之后，没几年，汴京的粮价就涨了100倍了。我们再往里面走，再看这个大船载客的船，由于当时社会管理的问题，几乎要跟这个桥相撞了。那么桥上面呢，有很多的栈道经营，桥上的官员、文官、武官又在相互争道。 在最要紧的城门口，我们看到有几匹骆驼，那都是域外来的骆驼，扬长而去。门口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官员、士卒、进行看守，负责管理这座城市，没有。这样看来，画家张择端精心描绘的内容，并没有那么赏心悦目。 他自己也在命运的急流中隐身了，只有这幅著名的宋画留存至今。One is using paintings to help you visualize things that your texts don't give you a good sense of what they look like, and so everybody loves the Qingming Shangha too, where you see all these shops and people talking in the street, because you said. Okay, this sort of fits with some things I've read. This helps me visualize that. Okay, so that's sort of painting as a documentary source. 华盛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伊佩霞是美国汉学研究界的知名学者。他
在中国通史研究方面拥有丰厚的学术成果。2014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伊佩霞的英文著作《宋徽宗传》。宋徽宗赵佶，亡国之君，同时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艺术家。他独创瘦金体，传世的十余幅画作都是各大博物馆之珍藏。2009年，宋徽宗唯一一幅流传民间的作品，由12幅独立小景组成的《写生真禽图》，在拍卖会上以6000万元的价格成交。但他的人生却总是和艺术亡国论纠结在一起。人们觉得他做皇帝不如他做画家来得尽职专业。不过，以伊佩霞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正尝试着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宋徽宗的艺术活动。It's not just the art that is maybe distracting him some. They do get this sort of pro and con side. You end up deciding you're going to have an imperial family that's not military, even though of course the founders are. And you do get higher levels of involvement with what we tend to call literati culture. 大宋朝，一个艺术文化的黄金时代。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得文官政治在北宋晚期达到了顶峰。朝堂之上的各级官员，同时也是诗人、书法家、画家，他们掌握着社会权力。一个帝王要想领导这样一个文官政府，不能只依靠所谓权势。这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宋画《听琴图》，画中那个道家装扮的男子就是宋徽宗赵佶。而在听琴的场景中还有两个文官，人们可以从画中感受到流动的琴音和千年以前的皇家气韵，也看到了一个多才多艺的君王形象。有人认为听琴图中着红衣者就是权臣蔡京。蔡京就是一位书法家，他甚至可以在这样一幅皇帝御题的画里写上自己的诗。不难想象，爱好艺术的宋徽宗对一些与他有同好的臣僚会多一层好感，而帝国的忧患也在此时隐隐浮现。据说《清明上河图》的第一个收藏者正是宋徽宗赵佶。我们无法想象他在题字的那一刻是否已经预感到，无论是自己还是这幅画都将流离失所。公元1127年，在经历了金兵的洗劫之后，宋朝人心中的汴京城永远地丢失了，只有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那座城市留下了丰饶的记忆。即使山河破碎，却还有一支画笔。倘若就中国绘画的继往开来而言，这一树桃李在宋代之前花开一季，到了宋代开始结果，由此便引来了中国绘画的千树万树。Well, 意大利的什么 Renaissance 都是一样的，宋代也是这样，有很多很多的真正的画家，每一个画家是不一样的，有很多的很多种的山水画、人物画，
佛家画什么的。绘画的历史从其实是从唐画开始，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很多唐代的画，有比较多的宋画，所以可以说后来中国的绘画历史都是从宋画开始。这是北宋时期的一场选秀，与今不同的是，他们选的是宫廷画院的学生，未来的御用画师。主考官就是著名画家、书法家兼当朝皇帝宋徽宗赵佶。宋徽宗于崇宁三年设立画学，把绘画正式纳入了国家科举考试的轨道，并创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皇家画院。世子学成进入画院者会被授予学正、戴照等官职，成为国家公务员。当时的考试标准是笔意俱全，笔就是写实技巧，意就是诗情画意。在一次大考中，话题为竹索桥边卖酒家，而最终呈现出来的众多作品几乎大同小异，唯有一幅独辟蹊径，画面上只是一泓溪水，小桥横卧，桥边是一片竹林，在那郁郁葱葱的翠竹中挂着一幅迎风招展的酒莲。酒家何处？正锁在竹林深处。据说宋徽宗看后大悦，亲自圈点为第一名，而这第一名的画家叫做李唐。不过徽宗所好主要在花鸟，当年拔得头筹的李唐入了宣和画院，也未能充分显示出自己的才华。北宋灭亡之后，李唐也夹杂在南迁的人流中，前往南宋都城临安。在没有南迁的人群中，有人奋起抗金，有人入山为盗，太行山中就活跃着一支一侠一盗的队伍。这天，小盗们抓到了一个看起来很有身份的长者，可身上居然没什么油水，不过都是些卷轴画笔而已，于是就请小队长发落。这可能是艺术家皇帝赵佶带来的唯一好处，就连落草为寇的队伍里也有文化人。这位小队长颇知书，亦善画，姓萧名赵。他问及长者姓名，大吃一惊，原来此人竟是北宋宣和画院的大画师李唐。萧赵二话没说，告别了道友，和李唐一起南渡临安。这一段有惊无险的美丽邂逅，是中国绘画史里的一段佳话。李唐后来为宋代绘画的变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那个一侠一道的文化人萧赵也受教于李唐门下，成为南宋著名的画家。在今天的杭州城中，西湖的南面有中国美术学院，有浙江美术馆。据考证，南宋时期的宫廷画院也就在这一带。由于金兵几乎掳走了汴梁皇宫里所有的宝物，包括宋徽宗收藏的大量书画，于是宋高宗在定都临安后大力访求书法名画，一时间四方争献，殆无虚日。对于艺术的迷醉
以致痴心不改，赵宋天子们实在是历史上的典型。和父亲徽宗皇帝一样，赵构也是个艺术大家，他的书法融会贯通，独创一体，即便在急迫的军情之下写给岳飞的敕书也笔态优美，显现出相当高的造诣。他曾经以心腹古宫相托的一代名将，最终却落得12道金牌的结局。与此同时，来自北方的诸多画师却得到了宋高宗的大力奖赏，他们重建了宫廷画传统。而赵构为了显示其偏安江南的国泰民安，也提高了画家的政治地位。李唐在宋高宗建炎年间被授城中郎，这其实是宋朝武官的品级，相当于正九品。当年跟随李唐南渡的萧肇被授狄公郎，是文官中最末一阶。宋孝宗时期，苏汉臣擅长画货郎袋儿和婴儿嬉戏一类画，如果以传统的院画标准来衡量，有些礼俗，但他也成了画院代诏得孝宗授诚信郎。我觉得中国很多艺术的制作是那个由上而下的，风行朝野这种观念。那个皇室成员有兴趣的话，那当然他们是最有力的赞助者嘛，所以制作出来的东西当然又好，而且又多啊。所以这一块我们可以借助绘画的解读，可以得到很多信息，甚至可以补充历史。举国南迁，皇帝的激励带来了文化通货膨胀式的发展，再加上江南特有的文化积淀，山川风物，创造了中国绘画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我第一次看见中国画就是宋画，我觉得这个是西方没有的一种艺术。放宽七杀心里头8尺高，你觉得你可以进去爬山什么的，有很多宋画、山水画是这样的，你可以开窗，观外头的世界，就是很 powerful 的 illusion。南宋的山水画是相反的一种，放宽就是山、石头、树什么的，人、动物。没有空间，没有空间。南宋的山水画就是空间的这个幻境，天气都可以看得出来。此前提到的画家李唐，从汴京到临安，一路颠沛流离，虽垂垂老矣，画风也一变再变，墨润山青树疏朗起来。李唐的大斧劈村画法删繁就简，徒弟萧肇也在自己的山腰楼观记中将旧时占据画面中心的大山推到了一侧，这也许恰恰为马远、夏圭留出了发挥的空间。2012年年末的上海博物馆，这一场名为“汉墨荟萃”的特展，集中展示了60多件来自美国的中国书画精品。橱窗里陈列的正是马远和夏圭的作品。马远的这幅《月下赏梅图页》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夏圭的这幅《风雨行舟图页》则藏于波士顿美术馆。
二十世纪中后期的美国，中国艺术史研究开始逐步进入大学等学术群体，其中的代表人物高居翰在1960年出版了他的成名作《中国绘画》。在这本通史意义的书中，高居翰以马远夏圭为代表的马夏派山水是西方人眼中最熟悉的中国山水。而今天的我们也从这些绘画作品中看见了生活着的南宋人，听他们诉说着偏安江左的岁月。这是800多年前南宋宫苑中的一场宴席，画家马远用他的笔记录了那个薄暮时分。2年前朝廷又开始北伐，但战事连连告败，只能与金人又一次议和。这场寒夜里的宴席气氛复杂，于是在那长方形的绢本上，主题只画到1/3，然后是朦胧的山水，最上面则完全是留白。今天的人们在阅读这样一幅作品时，似乎要依靠自己的想象，才能透过夜色中的宫阙，直抵800年前的历史深处。You know, so this idea that, well, it was just a weak dynasty, couldn't, you know, force its way around in East Asia, is acting as though those other countries, you know, aren't powerful, that they just respond to what China does. Well, that's not true, you know, that people today, I think, are even arguing that many of the achievements of Sun were because they were able to have that long period of peace in the 11th century. 那时候的西湖是一派山外青山楼外楼的景象，上至皇家下到平民，动不动就倾城出游，盛况空前，画家当然不会缺席。南宋四大家之一的刘松年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家住清波门，画院科班出身。现存的四景山水图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刘松年的代表作，画的正是杭州西湖一带的四季景色。此时的西湖也在风景与绘画之间构筑起一种奇妙的关系。在马远、马林、陈清波等院画家的笔下，西湖十景不再只是简单的美景，更有一种对湖山的终身托付，也折射出一个精致而丰饶的时代。Ein stärkerer Rückzug ins Private stattfindet, als das in der nördlichen Song der Fall ist, und dass Hangzhou vielleicht auch die Möglichkeiten dazu geboten hat. Der schöne Westsee, die Berge, in denen man seine kleinen Wohnungen hat oder größere Wohnungen hat. Und es ist einfach viel angenehmer. 对于中国艺术史来说，南宋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从北宋到南宋，画家的视角不断下移，开始以人的视力所及来描绘对象，更多的普通人出现在了南宋时期的画卷中。风吹落了牧童的斗笠，农人与牛，以及背上烧着艾草、龇牙咧嘴的村夫，穿越积雪山径的卖炭郎，这也许就是画家们真实看见了南宋。初次面对烟雨迷蒙的江南，他们要让自己的作品成为储存记忆的场所。南宋艺术创作与生产的中心又在哪里？
从各方显示，都城临安见证了那一番大千景象。据《孟良录》《武林旧事》等书记载，诸多绘画作品散落在临安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一些寺庙道观中，有萧照、苏汉臣的笔画；茶肆酒楼也会悬挂字画来提升档次，吸引顾客。市民家中遇有喜庆宴会，所需要的屏风、书画陈设都可以租赁。夏日里，摇曳的团扇上也是画家们的山水花果、珍禽等各种小品。看这个宋诗宋词，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名词都是以画第一个字冠名的，比如说画楼、画堂、画阁、画栏，然后交通工具画船、画舫、画科、画业。这孟良录记载天街有一个买扇子的叫张三人画扇，可以立灯可取的啊。那么还有呢，这个朝天门就是这个鼓楼那里有一个朱家表背谱，就是很大的一个裱画厂。那就说明这个画已经成为南宋社会生活中间最主要的美化生活的手段。平民与商人是临安城中的主角，繁华的市井生活也为画家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那个时代的欧洲大陆还处于黑暗的中世纪，艺术创作完全为宗教服务。差不多要到南宋灭亡之际，同时期的意大利才出现了欧洲绘画之父乔托的身影。So compared to say Europe at this time, we think of medieval Europe, where people who are literate, extremely small part of the population is literate. China, much, much bigger. Many more people are literate. Many more people have wealth, have learning. Many, many more people living in the cities, part of urban culture. So it really very stark contrast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in many ways, many Western scholars think of this as kind of modern, many modern characteristics. Finally, we decided the best translation was a gelé frozen pickled horse hoof. So we decided, oh, this is a pickled horse hoof popsicle, something just so bizarre. 即使南宋给予后人的历史印象一直是积弱不振，当看到这些丰富的绘画作品时，人们就会意识到，那是一个充满着多样性的时代，艺术的社会功能在发生巨大变化。每一个画中的人物都充满着戏剧性。Diese, was Sie eben Bevölkerungsexplosion, Urbanisierung, Technisierung, Rationalisierung im Sinne von weg mit den Geistern, nicht? Also wir, das kann man ganz klar erklären. Also dieser Fokus auf dieses Zhishi, ja, die Erweiterung des Wissens, das genaue Hingucken. Es gibt Leute, die haben das mal genannt, dass man da schon die empirischen, also dass man nur empirisch geschaut hat, ja. 在南宋的宫廷画院中，杭州人李松可能还算不上出类拔萃，但这位年轻时做过木匠的画师，擅长使用戒尺引线绘制精细的界画。李松留下了一组货郎图，现存四件，除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为小横卷外，其余均为扇面画。货郎、村妇、儿童，他们的动作及神态都被刻画得栩栩如生。那个如移动货车般的货郎袋，更是传递出丰富的时代密码。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饰弹英器册页中，画家李松顽皮地在角落里写下三个小字“五百件”，展示着自己的技巧和细致的内心。
而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货郎图中，300件的小字则藏在货郎担右下角的布袋上。因为民间的东西，传统的偏见很多没有被积攒下来，那我们艺术史的书写其实也受限制于文献材料，那文献材料因为是文人书写的，那要不然就是这个宫廷史，那要不然就是文人的思想史，那另外一半就是宗教方面的，所以基本上落在这三大块。现在当然很多人很重视所谓的社会美术史 （social art history）， 所以会开始解读像李松的《货郎图》啊，对不对？那里面反映的到底是什么？还有什么骷髅阴气图啊啊，那还有很多这一类的作品。担子上有如此之多的物品，重量应该不轻，那货郎又是如何挑着它游走乡间的呢？在那遥远的南宋，画家是否将理想与现实做了有机的调和？今天的我们也不得而知。公元12世纪，南宋盛行的禅宗正式传入日本。当年漂洋过海的许多文物，直到今天都是日本各大博物馆及寺庙的珍藏。更为特别的是，在中国传统画论中，有一些几乎要被遗忘的南宋画家，却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宋宁宗年间，宫廷画院中出了一个外号“梁疯子”的高级画师，他接受过画院的系统训练，却在自己的作品中尝试了一种奇特的画风——简笔。这被元代文人批评为草率墨戏，但在日本，梁楷的诸多真迹都成为国宝级文。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一直想要收藏梁楷的作品，却最终未果。在他看来，梁楷的绘画是在精神上具有相当高度的作品，这样的作品终究是日本人无法企及的。还有一位神秘的南宋僧人木西，他的画在中国士大夫文人那里也没有遇到知音，却被盛行禅宗的日本人所青睐。幕府曾经将收藏的中国画按照上中下三等归类，木西的画都被归为上上品。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有《原圃归帆图》，这是木西《潇湘八景图》中的一景。许多热爱艺术的日本人这样认为，在西洋文明的热潮中，他们对印象派画家莫奈的喜爱，就是基于其作品中的光影主题。而从印象派上溯600年，中国的画家木西就已经成功地用绘画艺术表现了大气与光影。因为是西方的绘画是让人是视觉感受比较强烈的，中国绘画是让人内心去读画。那么一座山或者一个杭州的一个湖，在每一个画家心中都有他自己的湖，他是有更多的还是内心的一种表达。那么从对形象处理上也是的，他是意象来处理他的。在传统观念看来，这个朝代有一个不那么光荣的开端，但美学的转折也是时代的折射。城市的变革促成了活泼自主的商业活动及庶民生活，普通的人在世间有了更为鲜活的重量。气候学家竺可桢根据太阳黑子研究结果指出，两宋是中国的寒冷期，而隋唐则处于温暖期。
我们在存世的南宋绘画作品里也可以发现有许多冰天雪地的场景，那些从寒冷中原迁徙到温暖南方的画家们，用一种复杂的情感描绘着自己生活的时代，他们在品味欣赏寒冷的冬天，直至春天的到来。即便穷其一生，也没有人能够看尽天下宋画。今天尚且流传于世的千余幅宋画，分散于世界100多家博物馆及部分私人藏家。也正因为存世稀少且不易保存，宋画几乎都是收藏机构的镇馆之宝，不会轻易展示。上个世纪70年代末，日本二玄社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合作，成功复制了数百幅中国书画史上的精品。3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二玄社位于东京一个不起眼的街区，法书名画的复制工作还在继续。辽宁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也都成为了他们的合作方。其实完完全全是原色、原寸、原装裱，现在都是那个电子的，以前分层拍的，对，这个大概要拍18张，手工底片接，然后制版，然后再印刷，再启功先生他说的，但二玄社的复制品，他的那个零距离看了以后，他里面非常的生动啊，他里面都看得很清楚。晋唐法书，宋元名画，后世的画家，不管是吐谷那欣还是借古开今，都离不开对古画的临习。而到了21世纪，在曾经是南宋都城的杭州，又掀起了一场中国绘画的信息革命。这是浙江人为传世宋画制作的一套全家福。编者不仅要了解世界各地重要的宋画收藏，还要获得各大机构的授权拍摄，并且用最高质量印刷完成，才得以汇编成这套迄今为止最权威、最完整的宋画图像与文献集成。由于它珍贵，所以不能经常拿出来进行研究。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图录，有的这样一些大型的著作，那么它的保护得到了保证，而且更多的研究学者和社会公众能够享用，能够呢合理利用。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宋画精品，通过数字影像技术集结成册，叶落归根。而我们与宋人的对话也在继续。在杭州，南宋的这个成都啊，对不起，我的中文有一点 rust。今天看到那么多人来，真是感动，而且这个就是证明。这个宋画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吸引力。原本只是一场小型的学术研讨会，但消息发布后，报名旁听的人数接近1000人。作为主办方的浙江大学，不得不临时调整了一个更大的报告厅，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一次学术研讨会变成了一堂别开生面的艺术公开课。参加这次学术会议的12位学者，一半以上来自海外。就是所有的出版物几乎都有。80岁的耶鲁大学艺术史家班宗华教授是这次会议最资深的宋画研究专家。对，他的一个故宫的写别宋什么明以后的话，我只要买宋以前的话。这样西方人在那个时候
樊宗华教授的论文题目是《清末宋画的发现》。在他的演讲中出现了一个名字，查尔斯·朗弗利尔，这是十九世纪后半期美国底特律的一名铁路实业家，也是一位另类的艺术品收藏家。他关注最多的是古代绘画，尤其是宋画。1923年，弗利尔美术馆正式开放，拥有中国绘画作品1200多件。但弗利尔曾立下遗嘱，规定馆藏艺术品不得外借，不得在他国进行展览。这不能不说是学术界与艺术爱好者的一大遗憾。但今天的弗利尔艺术馆推出了线上资源库，将其典藏的艺术品高清图像在网上向公众免费展示。其中有一幅名为《西湖清趣图》的古画，在2013年曾经引起文史界的广泛关注。它究竟是不是南宋画作？绘制的是不是南宋时期的西湖？就这样，透过互联网，我们得以触摸到一幅古画的历史细节，回望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西方艺术史大师贡布里希认为，在再现艺术的历史上，古希腊、宋代和欧洲文艺复兴三个时期创造了最辉煌的成就。在今天这样一个开放的视觉文化系统里，宋代绘画艺术的魅力依然打动着我们。时间与命运如变幻无形的河水流淌之间，而那些动人的画作并非只是一个个定格的场景，而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潮流。